南无龙王慧上佛菩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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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。八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甲各位讲解金山义者龙凤宝刹，请各位从经翻开第一卷三十二页后壁面最后一段。诸佛菩萨诸心不逆，见此众生悲心一动，乃至入于无间地甲大火轮中，带诸众生受无量苦。是知诸佛诸大菩萨，诸念众生各依父母，以诸众生无明富贵烦恼护心，依佛菩萨不知归向。说法教法亦不信受，乃至猜粗言起于诽谤，未经发心念诸佛音。好，咱即卖呢，先看到遮经文，因为咱头前面有讲到，佛的慈悲是胜过天下间的父母。那么诸佛菩萨呢，是安怎伊的慈悲会胜过天下间的父母？因为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所以甲世间的父母爱见的慈心无同。咱分若看到众生有苦恼，愈业重的佛悲心就愈切。最重的众生苦里底，释师讲，咱要造业，死了后爱堕到无间地狱内底去，爱去接受着火轮来甲你刑罚。那入地狱内底，地狱内底呢，规个地狱拢是火。啊，甲刑具。那么，你这个地狱内底呢，的苦呢，苦不堪言呐，就是讲有无量诸苦啦，讲袂完的啦。遐尼啊，遮苦的所在，佛呢是看到众生离这款所在食这个苦，是足唔甘的。伊看到因伫遐食苦呢，拢嘛想讲，看会当代替因受苦袂？安尼你着知影讲，佛菩萨的慈悲，慈因是超过天下间的父母的情分，这是事实。但是呢，佛菩萨既然是遮尔啊慈悲心照顾众生，为怎样众生哪会袂晓要皈依呢？原因在哪里呀？答案出来了。因为内心内底呢，拢被了这个无明烦恼给人砍掉了，所以失去了光明，失去了智慧，啊嘛无法度去体会着讲诸佛菩萨因的心内对咱遮关怀，更加呢，佫受着外境。五欲的迷惑来到这个世间，各位恁啊，该注意起来。每一个囡仔出世到这个世间来，都很有善根，因为拄拄来还无污染着，所以迄个心是纯善的本心。恁呢看到迄个囡仔咧拜佛，你就知影讲，你看本性。就是有佛性，啊，毋过慢慢慢慢大汉，就会产生烦恼，就去触动烦恼。因为咱即个生来本性吼，就敢若无去摸着其他的机关，
那么只要你来到这个世间去触碰世间的这个机关，安尼障碍就来了。那是天下间的囡仔对开始生障碍，对爸母家开车开始。每一个做老母的人，拢是疼囝，看到囝，惊伊无营养，惊伊袂大汉，所以拢会买家己买一寡草的物件，啊，甲煮互食，啊，甚至呢，代饲。那么，这个业障的机关里头，伫遮开始，你一寡触碰落去。这个囡仔呐，食到草了后，伊的心性就变了，就开始变。那么开始变的时阵呢，伊就开始变化呢，那不是病苦，就无代无志，就安尼哭甲安尼吼，袂好势。为什么？因为开始启动他的业力呀。啊，你讲天哪，敢倒一个做老母的人？会去知影即点道理，毋知啊，拢嘛是去较好嘛，要买来互即囝食。啊，伊毋知影你甲开车了后，伊迄个业障哦就加来啊。所以做老母是安怎，着爱遮可怜，因为着做即条罪啊。伊做即条甲囝开车的罪啊，所以天下间所有来出世的囡仔，大家拢是偏好要食菜呢。啊，因为咱来到地呢，咱叫做呢，智慧无开啊。啊，咱的舌根吼，拢是安怎？你若一直拢好食菜，伊嘛袂感觉是草甲菜啥物差别。只要你好食着肉，伊就会感觉舌根就会感觉，欸，啊，这敢若较好食呢？啊，这较好食，伊就爱食。伊就会感觉爱食迄款较好食。所以开始呢，业就开始加。那么各位，因为安尼障碍，所以每一个人业若开始加呢，你敢知影？老母嘛爱对咧拖呢。囡仔若业加，老母要安怎会当互你安宁啊？啊，若做老母呢，饲囝为甚物会遮辛苦？就是安尼来。啊！你迄个囡仔，你拢免甲开车，对头到尾，你拢互伊食菜。你即个老母足轻松个呢，你无感觉你咧饲囝呢？因为他没有启动他的业力呀、啊，你无家启动伊个业个开关啦、啊，伊顺顺啊来啦，他不会糟蹋，甲你糟蹋，也袂甲你讲，也袂互你安尼每日拢免困，袂，绝对不会。所以各位，诸佛菩萨的慈悲心，为什么要甲咱教？甲咱安怎千叮咛万交代？你呢，就爱会晓持斋。啊，不过呢，咱哪有法度？因为咱众生拢是讲讲究营养嘛，啊，就讲究啊，啊，就呢要食。所以既然业障现前。阁未晓要皈依，阁未晓要皈依，也毋接受，也毋听经，也毋闻法，所以就产生一点烦恼起来，叫做不信。不信就是咱的大随烦恼，其中有二十个烦恼，二十烦恼内中，其中的一个烦恼的机关，你去解安尼。摆落，你对不信的机关刺落去，后面会出现啥物？开始升起诽谤，乃至不但唔信佛、拜佛、唔感恩佛、慈悲哦，搁再骂佛、骂菩萨，讲是魔。信佛、拜佛是迷信，顶顶迄款粗言俗语呢，拢总讲会出来。未曾有感恩的心，对诸佛菩萨深广大恩，不但不报，反倒倒来阁造业啊！啊，这拢是安怎？因为不信。那么，既然众生无相信佛菩萨为众生付出，当然
未晓要去依靠佛菩萨啦。那么佛菩萨甲咱保护，咱因为不信故反生诽谤。你甲看，诽谤佛，所以这个罪是极重哦。这是五业罪其中的一罪哦。自招堕落，啊，堕落去底，地狱啊，五鬼啊，畜生啊，这叫做三恶道中。普遍也是诽谤佛、骂佛是呢，撒旦骂佛是魔，骂佛呢会歹话，你拢爱自己呢，拢爱准备好变。你爱经过这三条路，你必受种种的苦痛。这三条路叫做火道、血道、刀道，爱食过才会苦。道就是路啊，你经过呢，火火烧火刀台流血，才会痛苦、惊吓、煎逼。连死去，同款嘛是爱食这苦。三毒那一去，外久会当出来？一毒一千劫，三毒都三千劫，三千劫毋是三千年呢？一去咪着一劫一千劫呢？那么各位，这个三毒那受磨了，结束。出离开这个三毒之苦，做已经较轻，剩一寡怡报。怡报就是讲，你应该食苦的苦，拢重做拢食了，剩一寡轻做，安尼就会甲你分配来到人间投胎。所以来到这个世间投胎做人，就是已经剩一寡人生的吼，甲利息钱爱来行尔啦。因为过去诽谤佛、诽谤法、诽谤经的罪，所以来到这个人间，你爱受着什么款的业报，就受着眼、耳、舌、身等等的报应。按怎讲？顶世人因为你无爱看佛、无爱拜佛啦，你嘛无爱看经啊，你也无爱看到出家人啊。你若看到出家人呢？你就感觉讲，哎，你有够衰啊！那迄跋筊人啊，个也是咧迄落签的人，讲看到这出家人，讲叫做哎，输啊光光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拢骂出家人，骂啊甲免听。啊，你既然无爱看佛，无爱看经，无爱看出家人，这个怡报。来到人间，你就坐胎就青盲啦，坐胎就目睭无看，出胎就目睭无看，先天性的眼睛看不到，叫做目盲盲啦，盲啦，目睭青盲，先天自然的。所以你讲生了是安怎？你看目睭无看，因为他这个是过去毁谤三宝。告诉讲，你顶世人，你无爱听经，你嘛无诶，人咧听经，你嘛会讲吵，因为你无爱听经，阁会无爱人听经，嘛无爱上经，嘛无爱看人上经，嘛无爱听人上经，所以你这个耳仔无爱听的耳包，到甲来人间的时阵，你生来就臭耳人，耳聋。耳根呢，内底的软骨啊，家己烂去，无软骨啊，耳根烂去啊，臭去啊，因为你一向都无爱听经啊，你嘛无爱呢听人上经啊，你嘛无爱听呢人咧呢讲经啊，所以你的怡报爱来受这款果报，因为你顶世人无爱拜佛，笑人拜佛，所以你这世人。这个脚手拢生来就安怎，无代无志哦，手翘起，因为咱咧拜佛是爱手着爱掀开莲花座嘛。
你看到人来拜佛会讲笑，佫袂爱拜，所以你这双手呢，无买呢拜，安尼手自然家己翘起哦，酥软咯。啊，脚呢，你唔跪啊，你拢唔跪啊，唔跪你脚变安怎？啊，你的脚筋就变，咱讲个讲半衰啦，足皮啦，足皮就是脚骨都拖安尼扯啦，会跪袂落啊。所以你讲哦。啊，顶世人迄我都毋捌，啊，即世人哪予我安尼？即叫做医保，即上紧诶，你诶动作拢伫三度受了安尼，春节搁甲你磨过，你才利息钱才还有了呢。啊，因为你顶世人诶顶世人，你都无爱相信三宝，所以你害佛教害三宝。不管有形无形，你不管你迫害神医、供神医、打出家人，乃至于逼出家人去反俗，把经珠改烧掉、改裂掉，把迄个经珠搁改污染、搁改骂脏话，有个人愚痴甲，佛祖拢爱互伊骂三字经、七字经呢，你敢知？因为安尼，你对三宝无尊敬，你对佛经无恭敬，你搁毁害，搁再加伊呢污染。各位，你若去三途倒转来了后，你来做人，你爱受到啥物果报？爱受到遍体皆难恶相拥痴。各位。是安怎？你生来带这个皮肤病，规身躯安尼乱糊糊，安怎顾都袂好。俗语人讲个讲，哎呦，啊你这着生迄款啊做个牛皮癣呐，啊你这着是稀烂脆、稀烂个癣呐，啊你这吼，着安尼臭头烂耳，规身躯个皮肤无一角是好好个呀，啊但。上啊，若皮肤呢，若上摇起来，啊，着流血；啊，若迄条呢，要开始上，着臭，腐烂嘛，它就会腐烂。啊，开始呢，替身躯的皮肤啦、头壳啦，一世界烂朽朽。即款呢，皮肤搁顾会好袂？袂好啦，即个业报要哪会好啊？啊，若较轻淡薄啊，你毋是。做甲遮过分，有个人规身躯，若毋是遮生粒，着遐生粒啊。勇气啊，勇气就是遮生一粒，遐补一粒，啊无着遮烂啊生虫。阁有人，伊规身躯太高，啊着爱阿嬷拢爱抹迄落药啊，足臭的药啊，啊一身躯药啊一个抹落，脏兮兮的。伊即世人袂当穿水衫嘞，嘛袂当穿，嘛袂当夹被呢，因为伊一家咧都摇到上到塌被，规身躯就是拢干啊糊迄落臭臭的药啊，啊所以伊就是垃圾的身躯，衣着庄严，对无？啊就是过即款的果报啊，那么各位。恁毋捌看到即款的吼，恁感觉讲较有可能呢？各位，你去皮肤科看卖啊咧，啊，你若毋相信，你去残障院，残障院呢，你去看迄种太高烂耳，啊，规身躯烂糊糊，啊，你去看，你会感觉讲，啊，这是做啥物业啦？啊，较会安尼，这身躯呢？烂到安尼，连衫裤嘛无在条穿呢，就是因为诽谤三宝、拆佛经、搁烧佛经、搁在呢，所以我常常甲恁讲，佛经毋通写写就起来烧啦，恁爱烧烧烧，后边啊臭头烂耳，看要安怎？啊，介侪人拢叫人着写经啊。啊，着写予咱啥物咱的超度啦，啊，啥物货，啊，着经写偌济啊，写几本予活的死的啦，啊，写写的着甲烧去，即款人心肝真歹呢。啊，一挂人
盖工业啊，嘛听到啊，听入去啊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写经搁再写经有功德，烧经啊，你甲看卖啊嘞，哦呀，毁灭三宝啊！啊，这就造罪咯。啊，造罪呢，当然你爱受报啊。果报是因循甲过去，因为你过去的无相信三宝，毁谤三宝，骂辱三宝，迫害三宝，让三宝面目全非。面三宝面甲一文不值哦，甲佛祖哦，迄种面哦，啊，真正你听都听袂落，所以因果循环啊，你所做诶所面啊，一切到个人道来，到个人间来了，全部落在你身上，互你诶规身躯内底呢，拢去受着你所面，照你面遐安尼去受报。所以你甲我想啊，为什么生来六根不全，规身躯拢病？连你的爸母兄弟姊妹是你至亲的人，都很讨厌，都不关心。那看到你呢，拢感觉你真臭，因无人要亲近你。各位，这什么报应？这就是。毁灭三宝，骂三宝，毁灭经珠的遗报啊！那么，既然报应在咱做人这个时阵，当然就是被了无明业障给咱砍掉的。你为什么不爱相信佛菩萨对咱的因这么重？因为你无明一起啊，烦恼一起啊，足侪人为信佛拜佛拜到足虔诚哦，但是呢，到甲业障现前的时阵，无钱啊，家庭呢出问题啊，开始无爱拜，无爱拜又搁其次啊，伊开始骂，骂啊足歹听，所以愈来业愈重。啊，反是呢，愈业障愈重，无明愈大，真恨火愈大，啊，愈骂愈歹听，所以毁骂三宝，一生就无法水可以滋润你的身体咯。只要你毁骂无智慧，你呢更加你都无法度去感悟到你的因果业报的遭遇哦。你毋知通反省忏悔。有一天，你直直诽谤，你直直骂，你会变成一千体众生的。一千体就是断善根呐。那么，既然断善根死了后，你爱让业障把你钉拔掉了呀？你所有做的这业呢，像个捆绳索安尼，怎啊把你拔掉呢？说真的，原因干那出在啥？不信。这两句，因为你不信三宝的缘故，所以你才会做甲这多这多的罪。有的人哦，足可怜哦，去信外道，就搁呢侮辱佛啦，啥物释迦佛啦，啊去上啊上堂啦，甲伊讲啦，讲伊吼，伊吼无甲无去信因的道，无去信因的教，所以呢，伊今仔日吼，就是食这一苦啦。啊，也有讲吼，迄落咱即个祖师啦，啥物地家大师啦、龟子啊师啦，讲阿克的夫妻起来讲啦，啊，所以你甲讲看，你安尼有侮辱佛菩萨无啊？啊，你夫妻你无代无一字，你着办恁的道就好，你卡着爱搁借别人来骂来表扬你的道呢？哈，即款有啥物因果故意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了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处于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忏摩回向佛菩萨。